OK， 咱们继续来看比赛。我是蓝虎啊，观战方的话是这个大草，是这个利迪府啊。对战方的话是某主播的一个老驼，观战方的一个血量非常低，有四千血哈，应该是一个全力的一个属性。开始的话也是直接破血。当前的一个地府的一个经脉哈，我个人感觉的话是非常适合这个利迪府哈。这样的话对战方是把观战方的一个人物给放得好，而且对战方也是早早的就是激发了这个方寸山的一个被动啊，这样的话方寸山秒的一个单位就比较多，对于观战方而言的话就比较麻烦了，因为宝宝是吧他有点扛不住啊。对战方继续分身藏进去，分身的话是可以提供一个高额的一个法术伤害啊，10%。观战方起来飞机，观战方缺少这个时候其实观战方就很难玩了哈。观战方缺少配速啊，缺少这个破分身的一个宝宝，而且观战方的一个运气也不是很好，对战方还能秒过来。可以无视一定的一个法防是吧，所以的话秒过来伤害也是非常高，对战方的一个宝宝带这种感知啊，拉起来后排龙龟破分身人物群秒，继续被反震残度163，打对面的一个人抽1500血，这个血量的话秒4哈，观战方再次倒地，对战方就可以秒5是吧，应该是这样哈，所以的话观战方也是很着急，就是着急点倒对面的人物啊。这样的话这只暴力的一个隐攻也是倒地，这样的话观战方应该是没法玩了，只得再出配速啊，观战方没有选择出配速。哎呦我的天哪是吧，对战方垫起来太舒服了呀，主要是这把哈，问题就是出在观战方倒地倒得太早了哈，让对战方早早的就激活了这个五雷咒的一个多秒，这样的话再次双杀，观战方的一个宝宝是倒地，观战方直接出这种凌刃的一个引攻，想速战速决，但是你这个时候你没有这个配速啊，你一切都等于零。观战方的一个宝宝再神，伤害的话并不是特别暴力哈，一手单吃，这样的话有点难受啊。哎呦感觉有机会啊兄弟，这样的话人物破分身这只宝宝是可以出手，哎呦运气不好是吧，运气好的话来一个连接是吧加必杀，其实这一把的话对战方真的是吧啪一生的一个运气都给用光了哈，你看就是不高连你怎么玩是吧，